應該立翻啲做證。第一，我就問呢位女士，點解佢哋阻住喺度？點解佢哋咁嘈？佢話咧，佢哋坐喺度咧，就唔係叫犯法，和平就冇問題。我話和平冇問題，但唔應該咁嘈。你嘈住香港人，嘈住啲遊客，影響到香港人，影響到入嚟翻嚟香港人嘅情緒，影響到遊客入嚟嘅情緒。跟住就有一位先生同我，兩位先生同我理論，我冇問題。OK， 第一我唔係話你犯法，嗰人就話。喂，你話我違法，我話邊個違法？佢話嚟接機，我話接機冇問題。乜嘢叫接機？佢俾個 schedule 我睇，我話得，你接機嘛？接機唔係違法。佢話我從來冇話過你違法，我係話你哋騷擾啫。講過下咧，就有個光頭，但係麥超，五六十歲嘅人，就睇我個左眼打咗一拳。呢啲女士佢哋好幫手，幫佢攔住，想帶我走。OK， 頭先我都報咗警噶啦。我想你話翻俾全香港，我亦都想話俾全世界人聽，佢哋只係一小撮。即係會唔會報警？我報咗噶啦，但係坐咗喺度都成千人，我都覺得係一小撮人。即係咁多人坐喺度，全香港有幾多人？咁全香港有幾多人？你調查過幾多人係支持緊佢哋嘅？你調查過全部嘅？二百萬哦，700,000有幾多人？邊個大多數？邊個少數？如果你訪嗱你。咁你點代表200,000？咁200,000出邊？200,000人點樣？你點知個500,000人唔代表？我唔知你都唔知嘛。咁頭先佢哋咧又話咧話你喐過手嘅，你冇喐手咧？你可以問下個女士，我有冇喐過手？我佢哋話我有冇喐過手啊？大聲啲話俾佢聽。喺呢度，你大聲啲話。先生，你向住呢邊講得唔得啊？向呢邊講得啦。我係你。我要佢證明啊嘛。係咪？你淨係聽我講冇用噶，係咪？第一件事，我可以告訴你，我都想在這裡告訴你，很多人問我，我政府做得不對，但我想問各位，逃犯可以留在香港嗎？你又見到有送中了嗎？你未見到送中，你就想送中出來，是你自己想出來的。見到，我告訴你，如果見到我跟你一樣會走出街，見不到的就不是事實，但是逃犯我就見到事實，對嗎？大家不面對事實，他就面對一個假想的，為什麼？對嗎？第二，我沒有說政府做得好，但是這個中央政府會搞的，他做得好不好，市民會出聲就可以了，你示威沒問題，你300,000、500,000走出來示威都不是問題，為什麼要走去做這件事？對嗎？機場不是，我都說了，你坐在這裡，你動個牌出來，對嗎？可以的，我覺得已經沒人了、我走過我由整個 tunnel 拍 video 走出來都沒人動手、是不是什麼問題 until 他們這麼大聲還有一件事我想請問你你們 free Hong Kong 我不要用國務院的、那個座談會、為什麼剛才會拿英國國旗美國國旗出來的你不拿法國不拿印度不拿新加坡 What a shame What a shame to Hong Kong！ 明唔明啊？我講乜嘢話得？香港係 multinational。你咁講講講都講啦。我惡乜嘢啊？我惡乜嘢？我不嬲咁大聲講嘢得啦。